我是周家慧，突然期内的新冠肺炎的确令人手足无措，很多人选择尽量留在家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但一班努力抗疫的前线工作人员，他们冲到最前线，所以我们尝试下行多少少，为了新时代集团及加拿大红十字会的齐心会更美筹款日，现在就上网捐款了，踊跃支持，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。